今天搭着狗爷爷的船出去玩。爷爷，我们今天可以去海贼岛吗？好啊，丹尼，但是首先我们得把东西送去给我朋友兔爷爷。兔爷爷住在哪里呀？石头上。石头上？对呀、啊、就是那座灯塔。哦，你好啊。对史莱来说的话，这一具原厂代号 EA211 的汽油引擎有涡轮增压的动力辅助哦。其实它这个车虽然只有 1.4 的排气量，可是呢可以到达阿塔，开启行驶中解除速限的功能。那现在时速超过20，我们行驶中一样可以透过MiroLink 去做整个双向传输的传动。那我们 MiroLink 在原本主机的画质支援到 1080HD 哦，那你不用手机看手机架，你只要一条安卓手机，一只传安卓手机一只传输线，你就可以操作，就像安卓萤幕那么简单，不用再去花钱去装什么副厂界面换安卓机。你只要，如果你是 SmartLink 的主机，你只要找我们帮你解除行驶中观看就 OK 了。你拿到安卓版本7的时候，你要怎么使用？首先，你要先按那个 ROCK， 不然顶来，哎 ，ROCKSCOUT， 它就是针对安卓版本7。然后到时候你就按了这个箭头，按了之后，你的手机就会跟着静响。这是针对一些Sony 啊，或者是 HTC 安卓版本7，你只要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了。